正史馆非常的这个热闹吼，因为咱今仔日是咱啊正史馆有一个咱啊张清辉吼，也是个摄影展。那讲到张清辉吼，我就大家介绍吼，而且张清辉今年六七十岁吼，但是伊的相片吼啊，伫咧摄影已经差不多超过50年啊。那伊早吼最爱翕相的，所以一看真这个啊旧老的一个相片吼，伊今仔日从一张啊摕过来咱正史馆来做一个展览。我那里再在展览那是。啊，这个工会堂就是咱义务中心。那因为它是老照片，所以咱今日特别吼，把这个相片放在这个啊正史馆的这个频道嘛咧吼。我相信吼啊，这个相片吼，只要哪个有年纪的人来看到，恁就会找到恁过去吼童年的种回忆啊。啊，佫有就是讲啊，从中心会吼，以前吼啊，伫咱军中伊嘛是做啊这个司令的这个摄影官吼，所以翕相真好翕吼。啊，一块相片就会当啊过去之前的一些回忆。我希望讲所有的咱啊，这好朋友吼，有想要来台湾佚佗的，恁都来正史馆，可能。啊，这正史馆这旧有的一个建筑吼，这是或者这一种宿舍吼，啊，即马开放给大家来看，啊，这建筑非常的水，来这相片总非常的这古味，啊，希望大家吼啊，对咱啊张清辉的这个相片也会喜爱，来这看看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收获一定蛮多。英雄啊，一直都在英雄，这是都是在50年、60年、70年以前的这个。拢是属于讲较农村的啦，还是讲较有纪念性的，就较早的迄个抛绣球啦、隔岸拔河啦，哦，甚至讲这顶吼，这顶是最有意义的，这顶以前是啊，咱较早人飞车、大飞车就是用大牌的，这个相片已经拢是差不多民国55年以前的，怀旧，哦，这个较古重点。其实不是算水，是讲确实讲，我即摆人会甲回忆讲，较早生活，农村的生活是甚么情？好、哦，感谢啦，感谢恁大家。所以你这一次。